才拢过一年啊，哪有办法？搁找到什么行车记录器？而且搁这么啊多好，有一台车停在遐，搁这么啊多好，把整个过程拢录起来啊！我真正要气死啦！哎呦，有气啊！好啊啦，后日你行来家己，我看你头壳拢疼起来呀！坐坐坐，豆豆啊讲啊，什么豆豆啊讲？我拢要摔到脚伤啊！什么豆豆啊讲？即嘛是迄周永梅伫只拖房和梁品轩呢，安尼毋着表示伊是死亡冤客，反正伊会摕乌灵机来找我讨命。哦，有气啊！你即嘛是安那？你嘛较冷静诶！啊，你是头壳歹去啊？有啦。对，因为你诶查某囝颔骨互我跌掉，无法度喘气啊，所以我头歹去啊。啊，是拄着代志吼，啊，话着啥了白讲，我真正惊着彭启明啦，我真正要气笑，你搁来计较讲，我惊着啥哦？哦，不要紧啊，你无要查完，我开始霸三雄。无啦，有气啊，有气，你较冷静诶吼。哦，你毋是讲哦，啊，影片有问题，啊，哪一个影片有问题，都会当趁这个机会，啊，叫迄啰去动脚手啊。妈。你是吃牛俊川的药啊，才要操你良心！我拄则就讲过啊，迄段影片阿贵当在处理，而且阿贵技术未输乎迄落呢。搁再讲，我小军迄下贱查某，伊伫想要伤害我的身体，迄落爱替我倒戈，伊哪有材料处理这個？哦哦，啊你即马跟我大细声是有啥物路用啦、啊？你妈妈，我即马头壳嘛冒在烧，我爱面对方崇发、罗孝安，啊，搁有苏珊，伊只啊一个后壁，甲我根本袂喘气啊啦。所以你即马意思是，伊有遐个人比你查某囝偌济搁较重要毋？啊，我要互人掠去关啊！你规个头壳敢若想到你的计划，我敢是你亲生的？有气啊，有气啊！你嘛较冷静诶，你袂记得即马是啥啊哟？我是啥？我是一个随时会互人掠去关的人啊！你即马是安那？你即马是郭秀君呢？啊，你即马换一个身体，啊，连头壳都拢换掉啊哟！来啦，你爱较冷静，爱听妈妈讲。哎呦，说你说你说，哎呦，我甲你讲啦吼，你即马是郭秀君，你得好好利用你即马这个身份。啊，看哦，你是要去变什么出头啊，还是要动什么脚手哦？绝对拢会成功，嘛无人会怀疑你。只要你冷静落来，啊，用头壳好好想我清楚，妈妈相信你哦，绝对会当把遐个人哦，一个啊一个啊拢超甲好势好势，哈。宝姐，伟明到底是咧创啥？哪会当这么久啊？这是上新的修复程式。这卫兵中的查甫查某还阁看无清楚，等下这城市若是走了，就应该看无清楚，因生做啥物妖魔鬼怪。惨啊！这下我惨袂过啊！实在是冥冥中有甚物力量指引，不要做一枚白白枉枉死。迄落个彭文雪绝对想袂到，迄树仔另外一边拄好一户人家有一台车，伸出手这角度也拄好当清清楚楚。去到呢，呀！这卫兵看起来都是伫阮阿公岛附近。只要等这卫兵完全出来，就当证明，伊鬼鬼祟祟都是为着要伫遮计划阴谋诡计。阮妈的死，都绝对跟伊有关系啊！哎，愈来愈清楚啊！呢，真正愈看愈像个彭文雪甲迄落个。哦，虽然讲我一定要证据，这哦就是互因袂使硬拗的证据啦，品轩。你总算会使替恁妈哦讨一个公道啊！万一卫兵真正让阿贵因修复成功，不得算阮跳到淡水河嘛洗袂清啊！爱赶紧想办法把这个人调开，叫迄落来把卫兵处理掉，还因死无对证。迄落，你紧赶来啦！阿贵伫要把影片修好啊，安尼真相就不空啊！你紧想办法把影片毁掉啦！我嘛足想要赶紧处理啊！啊！你嘛有听到？郭小军今嘛我都讲话啊！拄只要甲廖永义的人借手机啊！啊好佳哉，我及时赶到。若无，若是捡摕到手机啊，通风报信咱哪样？这唔较简单，你找一个人甲告，
然后不准甲伊讲话，啊不准伊偷走，安尼就好啊，才较紧急啦，耍你的技术。起来，起来，今麦先转了。有小小，我想走起，拄仔提物件甲我讲，我即摆先过去，等一下联络。啊，这戏路真正有够低落的，即摆要安怎啦？梁永仪哦，你有一个查某被人走出来啊，啊，即摆伫咧路下发神经。唔拿怕人，佮骂人哦！你还赶紧处理啦！啊对啦，哎，叫你通知的什么紧急联络人？哦。志良，我已经偷走出来，今落水去找你，你等我，我一定要让你知影所有代志。志良，洪文雪哪会偷走出来？我先过去哦，才能了解状况啦。不过，我看爱讲这条件，佮特别拜托我，所以放心啦，你免解释。我知影这个代志真严重，而且嘛是有人爱讲啊，你紧去啦。我知影你的心在我心上就好。不过，还是你甲做伙去啊。我若是甲你做伙去，会当斗三工当然好啊。啊，不过我惊彭文雪看到我情绪的更加激动，安尼就唔好啊。你去就好啦。好啦。那我过去，好。等你，先生。那就我陪你走一趟。安尼好啊，加一人斗三工，无你下当搁较紧找到人啊。唔过阿贵啊，你搁要处理这呢？为滴，这嘛是咧等伊城市招料嘛，而且这边搁有大力。兼两个人，小弟我动手嘛较方便。那安尼，恁去处理，无你下当来就有好消息。不是，啊，你是王兆辉啦？哇，我明明都林嘉宾，那一直喊，一直干嘛就爱哭嘞？应该是因为哦，你原本就真忝嘛，所以才会嘉宾对你无好。平轩啊，你莫硬紧啊！啊，小弟讲哦，又租一间套房，你会使去遐休困，你先去倒一下，反正哦，精神会较好啦。袂安尼啦，再过遐就阮妈嘞，我一定爱伫遮等结果出来啊。哎呀，阿贵都有交代过啊，讲这个一段时间的啊，你放心啦，我绝对袂让你的代志有啥物重担啦，你先去休困啦吼。我大力啊，你送平轩去啊，这交好啊。啊，不过阿贵有交代过呢，啊，我惊这鸦片有啥物死角查，恁就唔好啊啦。本来是想讲要利用时间迫害，结果这个大力叫人这样惊醒。小弟狐狸，啊，无安尼好啊，你帮我和尚品轩哦去套房休困一下啦，叫我来搞就好啊哈。好啦，无我尚品轩去。谢礼啊哈。谢礼哦，谢礼哦。谢礼啊哈。张鼎哦，小弟狐狸，你看，真正是彭文雪甲乔英雄这两个同居对头，今麦见过就第一眼情的啦，我看伊没有阿狗。惨啊啦，真正有人收好势啊，啊，这下是要安怎？今麦就等乔阿白哦分析出来，看伊没有怎傲，这届绝对爱让伊做一届好起来，替平轩伊妈妈讨一个公道。是啊，对狐狸啦，啊，恁两人无爱讲话啊。我感觉真好啊，总算会当有好的制裁因啊。平轩伊妈妈在天吉林，嘛会当得到安慰啊。系啊，迄路一直留我，看起来爱找一个所在避起来，卡免互伊抓到。
怪小公要真好走，我都唔相信你爱袂听。郭小文，我知你对我卡歪着，你绝对是走袂远。你咪伫遐笑无？你上好赶紧出来哦，若是叫我抓着，你也知死。伊老，你常常听我讲，没有受大欢迎。你今嘛搁在了瓜小馆对无？是啊，尤其小姐，这你放心，我两爿会叫转。真好，影片已经完全修好啊。啊，不过我有一个想法，你想办法把瓜小馆引来这，无得卡咱所有代志，会当做一个解决。什么？阿贵应该监视青年卫兵解析出来啊，哪里那么多害啊？玉小姐，这你放心，我今麦就过，绝对袂让人家进屋搞出来。就算讲遐有人揪着来，我嘛想办法去处理。哎呀，这容易有危险。阿贵遐离我遮足近的，也是要赶紧赶过去通知才会用的。撤牌 ！Yes！ 赞啊！我们家己的好消息要甲别人讲。品轩，品轩，见鬼影出来，你紧开门啊！内线很紧。品轩，品轩啊！这么清楚，根本无法度凹啊！这摆是变怎啦？小队副部长，你若真够安尼啦，我跟你讲哦，车牌已经足清楚啊，这绝对会使定彭文学甲邱文雄因的罪，我会赶紧和皮先知影。哎，啊，恁在挂酒特啊？小队副部长，啊，你是安怎？帮助你了。